拍住先啦，最新消息啊，你知唔知你俾网民选咗为啊烂皮妹最差 RE 男主持啊？莫须有啊，我咁靓仔有型，有乜可能差得过咁嘅莫家鉴先得噶？算罢啦，你观众缘嘅嘢咧就好难讲嘅，不如咧初三就去跟住落嚟介绍嗰度转下运罢啦。嗱，颁个奖俾你先。希望眼啊！年初三农历新年赛马日当日，在沙田马场公众席广场摆放了旺气桃花王，大家可以去转转运，沾沾旺气啊！跟住马匹梁瑞卿的开幕会议，不单只有演艺红星唱贺年歌，名厨周中师傅更加会即场大派利是，绝对不容错过噶！中中中啊！中咩啫？中晒烂皮妹最差 RE 女主持的条件咯，大家睇下啦。讲对白冇表情中啊，同对手冇交流都中喎、啊，着衫唔够性感全中啊！你到底讲紧边个啊？啊冇，其实呢个奖咧系俾你个 friend 阿川拿姨嘅，呢啲咧俾你一路食一路睇住我所介绍嘅，随便随便。啊唔使啦，留翻俾阿川拿姨啊嘛。啱嘅啱嘅。今年马会特别邀请咗著名风水顾问喺马会网页上面大讲生肖运程，同埋边啲骑年最旺你，相关片段仲喺手机度睇到添，详情请浏览马会网页。哎，喉咙有啲咳咳地添，润喉糖。系呢、這个我徒弟仔润喉糖啊，跟住嚟咧，后人喺虎年嘅运程就交俾佢啦。好啊。后人今年逆马星动，又住屋感情变化，文昌星照住，是读书进修的好时机。做文职的后人今年人王升职加薪。仲有啊，属蛇的骑年今年是你们的贵人啊。如果想升职的话呢，就在正北位摆四支护卫竹；想加人工的话呢，就在中宫位摆杯水。牛堂，加我陪我买碗糖水润润个喉。好啊，拜拜。点解我被选为烂皮妹男主持噶？我不嬲都好好噶嘛？点证明先？嗱，我早预备咗呢一块名贵嘅惊人虎年珍藏限量版金卡俾大家，每集名额一位，有兴趣嘅话可以寄信到去以下呢个地址嘅。系啦，话时话啦，呢个选咗边个搞噶？哦，我发现咗咧，原来系一个网民发起嘅，仲要咧得佢一个人投过票嘅啫，佢叫做卡金镬，莫家搞。我要你同我一口食晒啲烂皮妹佢，咁残忍！你陪佢，各位马迷，恭喜发财，祝你哋新年进步，身体健康，场场赢马。Congratulations on the other tiger.